哎，有人，冷酷一线天，冷酷，有人，冷酷有人。二楼机房外面，二楼机库外面，二楼机库外面应该，或者是机库石板，机房冷库石板，有人，铁有人，啊，等一下，我说错了，冷库石板。不能，干拉就是。哎。你，我空的，我在垃圾四开这边，你小声一点。踩点吗？最近没踩吗？我怎么听到？我俩现在在机库，不在机房了。在机房，现在本来就开啊。反正冷库肯定有人的。队友，这枪是队友，哪里？啊，他在哪呀？我听到，别说了，知道了。冷库石板。我在冷库，快上来帮我！快上来帮我！快打！我操！我杀一个！OK。哎，你快跑！好，别说话，嘎了闭嘴，嘎了闭麦。OK。吃多少枪？杀了一个，我杀了两个。我还以为你说这是我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对呀、啊，妈，哥们儿995，不跟你开玩笑。拉出来就是一枪，然后我真觉得他是啊，就这个啊，我听的就是这个枪在打你啊，他打的这个啊，他应该，OK， 你就说这个枪强不强嘛？虽然他很烂。哦，操！你 RP 全他妈 DPS， 要吗？要的吧。这是
拆出来就会多两个，我已经拆了，没事，先这样。 plank 一级就不会说话了，我说，因为我听到那个逼在喘了，你知道吗？37级，诶，哦，这 subsonic 吧。 我家里没有药包了。等一下，我把他的骨牌放到哪里？在楼下，这个，是你杀的？ 哎，你不是还杀了一个人吗？我忘记了，这不是你吗？你有跳击杀吗？出去之后。 箱还能出这个吗？哎，看，container 的啊，你看，你看啊！我不知道，我在武器房的武器箱里搜出来的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 我他妈好沉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我就直接啊。
我操！别说话！哎呦，听到脚步声了，我害怕。对呀、啊，我他妈太沉了。 武器箱里出武器箱。 不知道啊，带出去看看。啊！我操，这可比我上次李林带你出小黑牛逼多了，我操！ 哦，你上次满包，你的满包金星。Twitch TV。 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出去。好的。啊，他们在互骂吗？ 真的吗？为什么它是乱码？